最喜欢的食物就是东坡肉猪脚。最喜欢颜色？最喜欢颜色是白色。最喜欢的动物？最喜欢的动物是小狗。最喜欢的场所是家。最喜欢的保养品？最喜欢保养品是 Impress。 觉得哪一部位最需要？哪个部位全身都需要保养？我的口头禅是好。最讨厌的东西是不诚实，还有毛毛虫。睡前保养的第一个步骤。睡前保养，哇，那要讲很久哎。睡前保养的第一个步骤，清洁完，然后所有该保湿的加强面膜、精华液等等，还有包括室内的温度、湿气。都是在我的保养步骤程序里面。保养手则？保养的守则？保养的守则啊，就是，不管再累再忙，都要让自己宠爱自己，然后花一点时间让自己美丽起来，是为了自己好哦。你最喜欢身体的部位？我最喜欢身体，我最喜欢我自己，笑容。偶像是奥黛丽·赫本小姐。没有。如果我知道，您觉得我还是单身吗？最想要挑战喜剧。不做艺人，一个可能就会是家庭主妇，另外一个就是做永远的志工。最伟大的成就啊，我有尽好做好一个女儿的本分，然后做好一个朋友的本分、员工的本分，然后做好林志玲这个角色。谢谢，完毕了吗？